主席，咁啊，黃國興議員就唔喺個議事廳啦。咁佢正話咧就話咧，即係四位拉布嘅議員咧係一個偽命題，就話咧即係兩年前呢一個我哋嘅立法會好多嘅議員就話注資6000蚊落去個強積金户口度係唔啱嘅，咁就。這個曾俊華呢就改了，是不是？那我們都投反對票。那當然啦，他你去問他拿東西，包括主席在內、代主席在內，你問他拿東西，他給了你，你就投支持票給他咯。我們不朽都認為這件事是理所當然的，我們還要爭取這個全民退休保障，還有其他的東西，我們當然會投反對票啦。但今天是不同的嘛，我已經跟你不講了。我問政府，喂，呢樣嘢承擔500億唔攞出嚟都得，4年之內做到呢個全民退休保障，呢個係明碼實價嘅喎，係咪？所以佢舉例引喻失倫，就算我係停止咗拉布，我都未必一定要支持佢啊。停止拉布啫嘛，係咪？好啦，唔講啊，我知道再重複咧，你就可能覺得唔開心。嗱，主席。呢位黃國興議員，佢話我哋係偽命題，我睇下佢啲偽命題點啦。梁國雄議員，我都頭先講咗黃國興議員係離題嘅，我希望你翻去而家嘅係同今次一樣啊。嗱，呢個黃國興議員唔知會唔會贊成我喺呢一個我提出嘅91、98、101、107四個即係削減我啲人嘅人工啦。第一樣，呢、這個勞福局應唔應該減人工咧？佢就冇聽過黃議員講嘢嘅。黃議員咧，即係罪過嗰啲官員。黃議員喺2012年嘅10月24日啊，講到明呢、這個勞福局咧係現代嘅狸貓換太子、歪離 CY 政綱嘅原意。咁佢指出咩咧？就係話。在梁振英政綱第33頁咧，題為《老有所養、老有所依、老有所居》嘅章節嘅原文，呢、這個引述嚟噶。佢就話咧，退休生活保障在現行高齡津貼，即係生果金計劃嘅基礎上咧，增加一項特惠生果金，是為有需要的長者。經簡單的入息及資產申報後，每月提供約2倍，即係2200元嘅津貼。現行的高齡津貼計劃不變，咁佢就引述咗呢樣嘢。咁佢跟住講咩咧？佢就話：哦，其實咧，勞福局嘅官員咧係上有政策，下有對策。咁就話咧，這個長生津咧，如果係有呢一個資產審查嘅時候咧，就係、是、歪離咗 CY 嘅原意。嗱，呢個好明顯嘅指控嚟嘅。呢、這個勞福局聽唔到喎。雖然間黃國興議員又整咗個偽投票，雖然間喺馬嗰度反對，佢投票嗰陣時成亂教一腳。我查過投票嘅，即係當日即係佢通過長生津嘅時候咧，佢成亂都唔知去咗邊。佢鏗鏘有力啊，講到欺君之罪。好啦。咁第二，佢又好清楚話俾張建宗聽，佢跟住喺同一個演說嗰度咧，就一講啦。第二方面，70歲以上的長者要接受資產審查，所涉及的負面影響可歸納為6宗罪啊，哥，6宗啊。第一宗係咩咧？分化長者起標籤效應，佢自己講嘅。喂，哥，咁你而家今日？王者意義啦，我拉布第一次失敗嗰陣時候，蔣新津都仲喺度，而家仲喺度啊，仲喺度分化緊社區啊。咁佢會唔會同意我係去呢一個扣啊張建宗嘅人工咧？喂，第二宗罪仲犀利喎！就我引述，第二宗罪就是懲罰那些一生都堅持省吃儉用、積谷防饑、自食其力等有良好美德的長者，喂，呢個第二宗罪，佢又係實牙實齒鬧落去嘅。第三宗罪，佢就咁講啊，
第三宗罪就是變相鼓勵大家養成不儲蓄亂消費，先使未來錢的不良習慣並產生逆反的心理。我不知道他對不對，他覺得長者是很有錢可以大花筒，我都不知道他怎麼說，但他明明確確就是指責勞福局是歪理思歪，即是說是看不到長者的需要。第四宗罪說更恐怖，就是製造更多家庭問題，破壞家庭關係。最近一些夫婦跟我說，如果夫婦合兩人合計限制是281,000元，但如果單人計算就是186,000元，那麼是否要他們離婚呢？如果他離婚就會合資格以兩個單獨個體申請特惠生果金，這造成很多不必要的矛盾。這是第四宗罪。喂，他現在走了去哪裡？他還不是魏明體說完之後都沒有做過事的，是不是？這個樣子要是就勞福局沒有聽到他說，要是就他沒有再跟勞福局說，即是說這四個問題到底有沒有解決到。咁跟住第六宗罪啦，就係同我嘅意見差唔多㗎啦。佢就第六宗罪就是倒退局長，即係張建宗啦，在城市論壇上也說醫療券學了生果金70歲免審查，但現在政府卻走回頭路，所以是非常不合理，係咪？佢話我哋偽命題，話我哋係叫政府做嘢，就算政府做都不會放棄拉布是錯的，他們自己是不是都未達到自己的目的去投票，我不可以教他怎樣做人的嘛。所以王國興議員呢在這裡說我們是偽命題，其實不對。還有的最好講道理，他呢就最後他總結了勞福局的局、勞福局不在這裡，茂波兄在這裡，我剛剛引述完你那些鏗鏘有力的發言，唉，我一會再引述。他就這樣說，第三方面他就王國興當時2012年10月24日同距離現在不過是半年多一點，他就真的說得好了，不過不夠時間。他就說第三方面 政府說如果不審查便恐怕社會要作出承擔，其實最重要的就是搞退休保障制度，擲地有聲。跟住佢講咩呢？咁你知道啦，佢男兒口大食四方㗎嘛，係咪？係咪？嗱，我們工聯會在31年前便已建議政府要設立綜合退休保障制度，我們在1986年建議成立中央公積金，我們在1994年再提出老有所養綜合制度，但政府一直都在拖延。跟住個記錄就係話計時器響起，如果唔係仲要讀多幾段。主席，今時今日剪報啦，大家輸咗口氣啦。咁你呢位王國興議員話我哋搞亂個社會，話我哋係偽命題，我哋同政府講嘅嘢係假嘅，咁佢同政府講嘅嘢真定假嘅呢？係咪呀？我覺得喺辯論嘅過程裏面，我就認為呢，其實王國興議員呢就應該支持我嘅，咁但係冇計，佢都唔知點解好似食錯藥咁樣突然間忘記曬，好似去咗個飲咗嗰個忘井咁樣，係咪呀？喂，咁老實講，我而家唔係哀各位係撐我喎，我係就係話同政府講，係咪呢個勞福局、林鄭月娥、曾俊華三個都要扣人工嗰啲人講，佢每一次見到我，無論係喺張逢於到咗拍拍我話啊長毛點啊，我話喂中央呢個全民退保啦，係咪啊？我唔係玩噶，你一定會再面付出後果㗎。佢意思就係咪你付出後果啊？你拉布，我咪唔俾你，唔俾你咪話你搞亂個香港咯。喂，每一次見到都係咁。梁振英嚟呢度，
又是這樣，又是說全民退休保障。喂阿哥，你現在今天口口聲聲罵我這個王國興，其實我都說過忍辱負重，就在明知道有人這樣抽水，如果不是我走出去抗議員，他又在說，他現在還在說，待會是不是？主席，天地良心，今天拉完布了，剪了，那我又想問，12月7號我被剪布之後，按咔咔睡醒去接受訪問，喂完了了，怎樣？我說喂沒問題，不是輸贏，現在長者有問題，我希望其他的議員去真的捲起衫袖做些事，跟政府談一下，是不是？由這個186,000升到去300,000又好，這個就是民建聯的建議，是不是？自由黨就500,000那個獎薪津的資產審查的上限，這個工聯會就不審查，泛民又不審查，你有沒有講過才行嘛？我去見司長的時候，司長我問過要減去人工嘛，我指我話喂哥，我下個禮拜就減你人工了，他說議員啊，我答應你咪對其他議員不公平，我說有什麼不公平啊？他說我跟他談了，他們支持我的預算案，臨急臨忙支持我，我跟你談怎麼對他公平啊？喂主席，現在談好了，那我現在在這裡說喂不如可以重新看看啊，很簡單，即是一樣東西，就是這位這樣的王國興議員講的東西是偽命題來的，講完之後是沒有跟進的，是不是？因為司長告訴我，我跟你談好了嘛，那談好了是什麼呢？就是說不會改革，談好了一個結果，第二天投票通過的，民建聯和工聯會都投票通過的，就是獎薪津照舊，是要資產審查，即是王國興鬧到爆的，他說要做的全民退休保障，中央那種沒有，他們自己說喂要承擔，承擔什麼 commit， 大家都知道做個立法會議員不是立刻拎錢出來嘛，就是說我撥備500億，如果做的時候才用嘛，這個2008年的強醫金都是這樣，承擔500億，如果你們肯給我招攬做這個強醫金的那五百，就拿出來令到大家負擔那麼重。喂阿哥，這個不，那我這樣做有什麼錯呢？是不是你工聯會還在口口聲聲說做，即是搞了幾十年你出到這樣的王國興，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說什麼，我真的很想他回來答答阿哥，他這份這樣的2011，哎呀老花，2012年10月24號這份嘢算不算數的？使不使好像我這樣吃了它啊？吃了它就不說了，是不是啊？如果吃不下就找些紙沖下水咯，吃下去。喂，所以主席你剛才 說叫他不要說，我都想他說多一點。主席，今天的辯論的議題就是這個林鄭月娥司長，這個張建宗局長加上陳家強局長都沒有盡到責，陳家強局長本數的， 你不信問一下陳茂波局長，他在2011年直接罵到他狗血淋頭，你現在有沒有罵他？應該不敢了吧，是不是說他喂守財奴啊？哥主席，我知道鬱敏卿和大舊卿忍不住抗議離場，做得好，我是留在這裡就是對付這些食碗面反碗底的小人王國興。阿哥又不過你 call 諗了，都不好了， call 諗先了，講起慶啊，他回來啊，日以繼夜夜以繼夜雲系歸來，我只要求用173叫我日以繼夜夜以繼日回來。